象棋总动员。深夜，月光照到镜子上，象棋全都醒了过来，一场象棋大战开始了。来吧，兵首先发动攻击，卒跑上去，谁怕谁？这时，马朝着卒冲了过去，卒要被打败了。我来帮你们，别放弃！大象一下子撞倒了马。冲啊！突然，战车朝大象冲了过来。大象要被打败了。大象，别放弃！砰！一枚炮弹打中了战车。这时，太阳升起来了，阳光照到镜子上，象棋又恢复了原样。